你走，来看看翻唱的民进党的党歌《春天的华丽》，很好听。奶奶，这是红包厂新冠100%合欢唱的民进党党歌《春天的花蕊》。来来来，这是我们台北红包厂西门町红包厂的新冠100%歌星何方唱的。我跟何方也常常在一起喝酒啊、哦、他的酒量非常好，他这首歌唱的也非常好听，所以红包打赏的也特别多啊、哦、民进党的党歌春天的花蕊也非常好听，轻松愉快。民进党也就是因为这首歌，所以他当选了总统，他全省的县市长，他当初是一路领先，也就是因为这一首歌啊，春天的花蕊啊。所以说我们国民党要改进，绝对要改进啊。但是民进党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，也是要改进。民进党比方来讲在财经方面很薄弱，财经方面很薄弱，但是呢民进党这个治国是还算蛮严厉的了啊，还算蛮严厉的啊。这又是这次他拜的卫生部长是我看到最敬业的啊。以往的部长啊，谁管你那么多，你死是你家事，关我家屁事。好，这就是春天的花蕊。那国民党你也要有首党歌啊，他不是三民主义啊、哦、拜托我，时代不一样了啊，时代不一样了老兄啊，那一点大快人心的歌啊，把你的国民党的恶习改掉。